这个官邸，因为旁边我曾经接获陈情，就是当时候就是有人提供资料，就是说以前啊，说这个官邸每次都是饮宴应酬超过一点，经常半夜一点，半夜一点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家说郑文灿很勤，因为从早上七点开始跑行程，然后一路到晚上吃饭到一点，也都没得困了，都还把这个声响传出来。他把市长哈当里长来做了，可以说他是蓝绿交好。你可以说他是勤于地方政务，你也可以说他有非常大的实质影响力，对不？看人家怎么界定、啊。而且他是回到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啊，中间还可以插出去跟里长啊、哦，跟林长王大姐、王大姐，然后再回到会所。郑文灿在地方上真正真靠谁吗？听说在官邸经常办餐宴，而且冰冰冰冰，邻居说很吵啊。他是叫外汇，对，冰冰冰冰，大咖大手。欸、我们基本上一般都会低调嘛，对不对？对，会低调。然后其实这个案子凸显了一件事情是，郑文灿他以前是胖周瑜，他应该是处理政事很小心的人。然后他政通人和，蓝绿通吃。但重点是为什么什么时候让他如日中天，让他失去了自我，大手大脚，然后毫不避讳，竟然在这种钱的事情还可以在官邸进行？怎么会在官邸收钱？太夸张了！不是，第一个是为什么是他自己收？你知道以前人家都还要想办法设计在高铁上交那个行李箱，对不对？所以姐，我觉得是怎么样？关姐，我觉得弄来休息给姐的，另外高级在高铁的火车上，八班丢啊！丢还是？而且还要换成那个林超。郑文灿他把人没讲啦，有一些社会的人是要设立断点啦，他要制造亮点啦，他要亮点，他没有断点，他还要亮点。我在收集制造亮点。对啦，你看他制造亮点，收集跟制造亮点的啦。很夸张。那其实我觉得从他过去在桃园的走动，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制造亮点。哎，他在担任市长前是担任市议员、县议员，桃园前面那整栋楼是酒店的，他难道没有常常去行大吗？当然常常假大嘛，这个在地人都知道，点点去占酒店，点去占酒店嘛。但是因为当时是市长进前，市长以后要搁在占酒店。市长之后他就改在官邸请客吃饭，所以我要讲了两个层次，就是在那个复兴路99号是怎么回事？复兴路99号，整栋大楼都是酒店，还曾经发生过一个新闻。复兴路99号是这栋吗？对，规栋拢酒店天上人间嘛。啊，这同火车站，我靠，一整道顶头。就是在那个，那他有出入复兴路99号这一栋吗？他以前在县议员的时候就常常去，那是县议员时代。对，县议员时代就常常去。光起丢干不要个干，没有起丢那干。这个我要补充，因为这个在我的选区内，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这头有没有一间叫中国城？啊，这头有没有一间叫什么中国城？有啊，有好像有啊，有啊有。中国城改名啊，在隔壁，在隔壁，哎，中国城改名。在隔壁哦，我现在那些经理都说在这人搞公一点去中国城，我没有。你怎么那么清楚啊？我三十几年前。我三十几年前就在桃园跑新闻，我怎么会不清楚？关键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不能讲的惟妙惟肖？因为我没有去过。第一个，很多人去过，但我没有去过。来，静平弟有去过，静平弟有去过，我来讲一下。我去过一次啊，然后这栋楼真的很多记者都在。我去打开报价的时候，所有记者都。最近也在。没有没有没有，我三十几年前大部分都是地方记者跟司法社会的记者，还有很多的、这个。所以郑文灿在做市长之前，真正真会累吗？哎，怎么桃园的议员？我是听以前的老议员讲的啦。桃园以前的议员吼，你今天来来，无带你去占酒店哦，第二摊也无去酒店哦，这个议员失陪。所以他们下午都会，以前的早期的县议员下午就会去那边喝，开早上开会开完，中午没事，下午就会喝，或者是去那个金沙酒店。在那个宝山街啊，对，宝山街那边，就他的选区，我的选区，金沙跟这个这两间是桃园的两大酒店，哦，都会跑去那边。他做拍摄，因为我跟你讲，还是做起丢进京。对，还是一乍时代，在市长的时候，他就在官邸，都在官邸叫外汇，还有那个纳卡西的老师，那有没有叫小姐唱歌？不可能啦，不敢啦。这个我可以补充，他都在官邸，就是办餐会，然后。企业界的一些那些商界的一些老板啊，都会去，或者他要请的一些政界的人马，都会过去那边吃啊。你好，官邸啊，这个门口叫做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然后说，你要桃园这个，不管是现在41个工业区或总投资额，这8年来到过7000多亿，所有的老板啊基本上有去过一个地方叫做官邸啦，你被倒租你没跟像，也就是说没去过官邸都是 B 咖啦，一定是的嘛，没有 B 咖也会去，因为他其实交友真的很广阔。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官邸因为旁边我曾经接获陈情，就是当时候就是有人提供资料，就是说以前啊，说
这个官邸每次都是营业应酬超过一点，经常半夜一点，半夜一点啦、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家说郑文灿很勤，因为从早上七点开始跑行程，然后一路到晚上吃饭到一点，也都没得困了，都还把这个声响传出来。他把市长哈、哦、当里长来做了，市长当成里长来做，所以哈、哦、跑团。曾经我听人家讲过说，那个林长哦，不是里长哦，林长哈、哦、约他说，哎、欸，我今天的生日哈、哦。啊，对，我今天生日来一下，哎、欸，他也真的会赶过去呢，嗯，百忙当中会赶过去。半夜十二点，这个龟山的这个他隔壁犬就都会叫他来，他就来。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说他是蓝绿交好，你可以说他是勤于地方政务，你也可以说他有非常大的实质影响力。对不？看人家怎么界定、啊。而且他是回到，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啊，中间还可以插出去跟里长啊、哦，跟里长王大姐、王大姐，然后再回到会所，没有，真的厉害厉害的、哦。而且每次文灿有个了不起的地方，只要跟他见过一次面，他会记得叫得出。我跟你讲一个我跟郑文灿互动的故事啊。郑文灿刚刚选上市长的时候，我有一次桃园一个建商朋友说邀我去，他要开幕动土典礼。啊、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结束了，因为台北到桃园车子有时候堵嘛，那我就赶到参会那个地方。我一到参会的时候，我走进去，他跟那个我那个建商朋友在台上讲话，一看到后一马上很快就讲，哎，那时候我已经从议员退下来了，他讲哎，我这个魏议员来了什么什么啊，我想说哇，他眼力哎几十桌呢，我在最后他就还能够这样子讲，这个还不，你这几十年都没变啊，不是这还不厉害哦。最后他们通常坐下来就是讲话完结束要离开的时候，对不对？离开也就离开了嘛。哎，他走到最后一桌的时候还过来跟我打招呼呢。所以我说这个人做人做朋友真的是好。这一个部分我真的还是要帮他讲话，凭良心讲，我自己就是受贿。他有没有蓝绿？没有蓝绿。在社团，而且据说还对蓝的比较好。不会，其实蓝绿他都一样，他不会说对蓝的比较好，对的，要不然绿的一定会很不爽啊。虽然有，我有听过人家抱怨，有绿的人会抱怨说，哦，给你们蓝的比给我们绿的还多，少来这一套。声音大家都一样啦，没有真的比较多。后来我有听到说，哦，绿的又给到这个100万、80万、150万都有，我也不会觉得这就是他的风格啊，他不会因为80万、150万黑起来。社团补助啊，社团办活动，比如说一个体育会，一个地方，我们桃园市有13个行政区，扣掉复兴区，它的预算是自主之外，其他12区都是由桃园市在拨给各区的去办活动的预算，那一定要跟桃园市政府要。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棒垒球协会，有2000多名会员球友，然后经常办活动、办杯赛、办比赛，要跟市政府请款办这个市长杯，那他真的是很大方。我为什么要举出大拇指？这是真的受人点滴，我还是要这个肯定他。就不管他现在碰到什么问题，你只要去透露有，是不是安尼？对哦，跟他讲，因为跟他说35万，然后他就会说那40万够不够？跟他说30万，你跟他要35万，他问你40万够不够？对，然后跟他30万，因为这曾经发生的对话，我不能骗人啊。我跟他问说30万，然后他就会说35万够不够？他就永远自己主动帮你加5万。加到这，我跟你讲，不要说现在的市场，跟以前有票，市场冇票啊，对不对？哎，对。后来请他到现场来，那个杯赛完毕之后，尾牙的时候，我们在晚会，然后也是150桌嘛，一桌10个人，就1000多桌，1000多个人嘛。然后在现场就告诉大家。他说，因为全部都桃园市民和那个这个打球的那个运动的球友嘛，然后市长到现场就会跟大家讲说啊，今年的这个杯赛市长杯补助，市长补助我们40万，然后全部都掌声，郑文灿也会笑面满满面春红，他会说大家打的成绩好，明年再补助，市府再帮你们再给大家50万好不好？他就这样，他就会开口，那他承诺的真的就会做到吗？他隔年就真的做到，因为他讲出去了，我就会按照他讲说，你自己跟答应人家50万呢、欸。然后我说我们本来预算都是30、35、40，你答应他，我没有问题啊，你跟提我跟提姐啊，我就这样，类似这样。我以为我很多了啦，后来听到别的议员也有什么100、150这样子，就是他们有体育活动、体育会在地方办一些这个赛事，好几天、好几个礼拜，我以为我已经蛮多了，结果还有50万、80万、150万的，都比我更高。所以你下次开口。郑文灿母亲，他已经卸任了啦。据说郑文灿母亲过世的时候，那告别式真的是冠盖云集啊！那的确是上万人出席，上万人啊！对，真的上万人。还有第二会场，
因为那个是挤不进去，看现场直播，就看电视大电视墙现场直播啊。因为他那个一甲多的土地，10546平方公尺的那个地方，就3000多平嘛。那你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挤不进主电理会场，就会开第二项搭那个棚架，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安排那个大电视墙，然后有交管，然后什么包从远景维持秩序的远景到市府支援的能力，然后到现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要去领箱的所有他的这个朋友啊，哦，地方上还有这个真的是灌溉云集啦，所以那个时候可以看得出郑文灿的这个实力。那个时候就是蔡英文总统带着时任副总统赖清德，然后前副总统陈建仁、行政院长苏贞昌，然后卓荣泰几个，就是主要几个大咖能够到的几乎都到了，还有包括郭董、郭台铭也去啊 ，K 董、张国伟也去啊，很多政商界，他其实商界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很多的这个老板，所以为什么？而且他不止耕耘爸爸的第一代，他还耕耘第二代，这曾经就被周刊拍过啊，周刊故意去写，那我还曾经亏一下市长说哇，你连第二代都可以跟他们这个，他说啊没什么给年轻人机会，他都会一贯很轻松的这样子以对，因为周刊。他曾经拿这个来报道消遣他，说他在厚植他的政商实力，从第一代的老爸延续到政商那个第二代，所以曾经有商界好几个甚至不乏上市公司的第二代在市长官邸跟他吃饭，出来郑文灿是亲自在门口送他们上车，所以被拍到啊，拍到了我才会拿这个新闻去亏郑文灿啊，郑文灿就也云淡风轻的说没什么、啊、总是要给年轻人机会，就说这些商界的第二代也不要认为他们就是纨绔子弟怎样怎样，他们还是要给人高回，所以这一点我真的觉得是郑文灿的强项，他不包括出席我的协会的这个会员，然后他就在我旁边，他会说啊，你是那个常务监事某某某啊，你是那个理事某某某，然后对我那个常务监，他就嘴巴这样子，下巴这个真惊讶的合不起来，好，还有超强记忆力。等到市长离开的时候，嗯，因为我那个背心上面我只有我写名字，理事长黄敬明，其他就写职称，常务监事、理事什么，他竟然可以顺着职务叫出他的名字，然后那个常务监事郑文灿一离开，哦，市长记性好好，竟然记得我，哎。在我旁边，这票就是耶，这真的吗？对，这票就是耶。到现在，后来因为那个请款的补助，他就会骂现任的市长。你看看以前郑文灿多大方，补助我们社团怎么样怎么样，还帮我们争取打球运动的场地，现在都不行，害我就很尴尬，只好在赖群组跟他说明这样子。你看这一票，他就被郑文灿。那今天我问你，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要帮郑文灿讲话。桃园队有溃散吗？这该出代志了啊。我不觉得有没有树倒猢狲散，我应该说是低调，然后大家因为现在听他讲话的人很少，哎，大家不想去谈这个事，因为不知道状况会怎么样。那当然我知道他们有一个这个唱歌唱戏的这个聚会，但也不见得是全部都一定唱戏的人，那也有像那个郑国会的彭俊豪议员，那也有以前赖清德的子弟兵那个前那个现任的议员杨家良议员，那他们也会一起跟这个，还有吕林小凤议员，他也是像巴德垒球会理事，我只有看到吕林小凤帮他讲话，其他都没有人公文，吕林小凤议员他是比较很直的人啦、啊、有情有义啦，然后他真的有在帮郑文灿讲话，其他都点点。应该说我不认为其他官风向、欸、现在说真的现在后续不知道因为后面不知道看什么状况、啊、因为你要他们出来讲什么，假设今天我是他们，是我将心比心，你要我讲什么也很难，不知道因为这个状况发生，你说骂也不是批也不是，干脆就干脆不要去面对这个东西，卖公位丢后，所以包括他以前提起的那个严卫池，现在在新北市当市议员，他在那个新北市那个桃园市的时候是当青年事务局长，所以桃园队的力量并没有散掉，只是比较低调，只是大家变成先低调，先看状况。